然后呢，你换喝酒。对，我换喝酒才比较好一点。嗯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喝酒的生存比无政府好？有。因为我几乎去打野团之后都是带医疗包，我都带小包，带小包嘛，欸，我都带小包。哦，好吧。可是我觉得你的喝酒在这里，在喝里，在这里的生存率没有用无政府好，欸。哦，是小白鼠，这也是事实啊。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，欸？所以在野团喝酒比较强，在亲友团无政府比较强。嗯。然后那个房主还看我玩喝酒之后，就立马马上就调了一个喝酒团，就还是一样倒很烂。房主哦，你有看他的？你有看他的那个吗？嗯。时速什么的啊？六百多。六百多啊。六百多也有天才啊！觉得他房主打得怎么样？烂，烂哦！照抄别人的牌组没有什么意义。那野团如果抄我的牌组，他会死很惨。他突然喝酒就算了，也没有玩护体那一排，他没有判。他只是用你的 perk， 他只是用你的 perk， 然后没有抄你的技能，那就没用啦。至少技能也抄一下吧。走了走了。哎，我忘记我是用什么。干嘛说走，然后 LS 又要换？对，不是这个。走啦。看啊，你太慢了，二十又去开无双。我找啊，用什么技能？刚刚就可以直接先找，你都不找。好啦，快一点啦，走了啦，每次都要等你们。打 Payday 2有没打一小时，大概有十分钟在等等。我先砍个武将再说吗？不要砍了，生气。We gotta get out. Okay, but we still have a job to do. We need to add in veteran tablets to start the cuckoo process.Find some and add it to the mixer. Stand by. I got a batch of ingredients on the way. 绑两只，拖时间。绑两只啊，要么就绑两只。你上去啊，你先上去，你上去。好，先上去。开场就应该上去的吗？是可以啊。开场上至少先上一次。上跟不上都行。在上面，没有，我去拿而已。完了，完了，今天不知道上地震，按键有点记不起来。这边有，这边有一只，有一只快点，没有一只。杀了两个平民，好，知道了，不要被抓啊！我有换回来的，哦，好，是准副。上面那个也是 NU 啊。
烧钱。认真帮那个右边，左边我一个可以，因为我也是燃烧暴击。看五头，哎，我这边也有五头，慢慢烧。有高射哦，还有一只，我吃啊，炮弹那个有盾的，知道，后甲，让我吃一下去，队长来喽。建不建议我白给还是不建议？白给啊，白给。把轻微的干。对，多杀一点轻微队。要是我是你，我也白给啊。这个战术是对的。这样太浪费，这样太浪费包包。对啊，这是正确的。电一下他。先换人。别消失。有抓到人再跟我讲。我第一。烧死你这队长盾！啊 shit， 打到人死。后面两只都得，不是，
炫，小心又打。哇！在哪一个？跟我讲一下。And you？ 直接拿上来，直接拿上来！我要下去，我直接下去楼下拿那个在楼上的。我去前面加哦，楼上那个给你加。M U 吗 ？M U。M U 是哪个筒子啊？可不可以跟我讲？我忘记。我在的这一个。去买怎样？拿，你能拿就拿。拿 HCL。好像 CS。确定好像 CS。CS 没错。谢了。CS 是哪一个 ？CS 蓝色大桶，最高的那一个。这只是对流弹没用。收到人跟我讲一下。右边没什么人，人来了，人来了，右边的都是盾。右边一个，谢了。我还缺一个。等一下，我看这边。后面无头。搬下来。这应该去警察，反正无
头。子弹，我先没办法背。枪兵都在我这，你们先送。一个留在上面喊。可以把 Clover 喊上去。中间不要有人倒、哦。先下上去了 ，OK。现在你想办法上去。上去吧，下去。没办法上。让我杀。绿色加白桶。加白桶，对。一个黑D。来我这边吃吧，来不及换，来不及换你的蛋，帮你挡，帮你挡，够了，够了，就完了，够了。帮你烧紧一点了，比较好吃。等他们进来，把火不拉去你那，打了打了。小心哦，让他进来，让他进来。
进来比较好吃啊。等下就会有弹药了。嗯，被你捉弄。好了，有弹药，快。够了，这样先够。没关系，我就直接在里面打掉了。反正本来就是要在里面打，我往外打是因为我对这支枪有自信。反正你不够弹药就进来吃了，对。蜘蛛，小木大神干嘛？吓死人！没事、欸，听声音啊。可以了，走吧。或者你没事啊？天选之人，不好意思。是被闪避啦、啊。蜘蛛可以闪避的啊！干，怎么那么多人啊？啊，真的、哦？可以啊。看另外一边怎么样？这边也都是人，16个而已啊。对啊，那就是外面。可是我上不去啊。可以啊。那就应该都是前面几个而已。要 cover， 把 cover 叫来，等一下再运一包上去。你就不要下来了。我那个毒品点附近放个包，我先叫。好了，可以叫了。我们两个不能倒、哦，先撑住。哎、欸，他上去了，让他拉你。下一波再继续啊！都是，没办法，我自己用桶的了。不用硬做，没关系，可以等下一波。底下还有两，我们底下有两包大包的，你那边自己看啊。我这边看是，没有人可以做。你先上，那个 L 十先上，我在楼下打，喊我，先下上了去就上，倒了，没问题 ，L 十可以救。我要上去了，听有人下吗？没问题的啦，火焰加上一线双重主角，他们很难上。啊，判警现在又去压制那边了，走，我留下来挡就对了。因为现在那个情况下压制最强的是我。果然切回英文之后，
就这样，就那个保险箱的吗？哦，语音哦，啊，语那个还会充那个语音的 LD 哦。哎、欸，那就是自己取舍一下、啊。看着，我就觉得你用中文打完一圈之后，知道剧情就可以换回英文。我的话就这样，那、啊、你的话看你。看不懂的东西的时候再，再切回去、啊，再切回去，还是哪招啊？也可以啊，对啊，你如果是看技能的话，我就知道他的中文话会冲一些东西。毕竟有机关卡是禁英文，因为它其实应该就是直接拿玩家做简体中文版的 NOD 的包下去直接装，会冲到一些东西，我也觉得不奇怪。Welcome to my world, to my prison. Oh, the food or anything else? 火焰的救主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这只也是特定情况下的枪，反正都会轮到。干嘛呀？关羽千里行，哎、欸，是夏侯惇的剧情。很奇怪哎、欸，其实演绎或是证实夏侯惇跟关羽没有什么这么大的仇怨，那在无双里面把他们两个搞得像世仇。站在上面干嘛？跟那个站在那个金字塔是关的道理。我们这边很忙，来帮忙一下。这好晃。下去拿，哦，拿了就跑，拿了就好。趁现在，
躺在我旁边就好，躺在我旁边就好，你一定要躺一个不好救的位置，真奇怪、欸。机车哎、欸，不想救你，可以喊的啦，喊不起来啊，不然我干嘛叫你离我近一点？喊我喊就是了，无所谓。哇塞，好多人哦！是这里的。等一下，等我无敌好。这边，等我一下。来了，走吧。妈的，我们两个都倒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就炸到你。You don't know you shoot me, right? 没有，我没有要射你。我射的时候要射他，然后你刚好跑过来，就感觉好像感觉没有炸到他，是炸到你。那我就骂我的老师，太好了。不是干他老师，都射的好吗？还好跟我老师不熟。命后面贴上了，在后面吗？好，对，不知道干你要干的事吗？你跟我讲。好吧，我拿那个喽。那就下步棋了，你会被炸死，记得吃药哦。完了，我都出来了，才想起来你说你要我怎么样？补给啊。后甲
着干。应该破了，等一下我要出一下。AI 在搬是不是？对，搬得有够慢的，我来喊我一下。走了走了，先下。哦，他那音效超吵的。音效谁？背后那个医院啦，他们喊的。你说办案哦？没有，他那个天堂的声音。没有，他那个快接近逃脱点的时候，他后面那个背景音乐的。哦，就天堂的那个天国之声。该上场了。我来，我要来是 double shooting mirror。重火力的给搬掉了，哼，所以我没有那个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修砖，没有修砖，没有插灯，没有 RPG， 重配就是了，重配吧，现在吗？配啊配啊。看要舍弃掉什么？就你了，白宫里关。过不久又要配了，没关系，至少记。我觉得你应该真的要用一个三十格的、五十格的那一种。故意的，是不是？没，要穿得像可可一样。对，不需要。重点就是修砖呐、啊。只有一个重点，修砖跟无限，哎、欸，两个重点，修砖跟无限弹。还有一点。点进站好了。对啊，可以，可以点进站。这应该是今天最后一场。二，配好了。
かけるとは、なんたる非道。去砍马车哦！不砍马车，他到点一样输啊！砍啊砍啊，然后杨关羽会扬言话。小工兵真的很讨厌。你可以穿，如果你这么喜欢玩步战的话，那你就穿那个什么开啊，被射中不会硬直。知道啊，我习惯装，我是只装铁甲手而已。哎，我这个竟然还有两点。不要跳哦，跳了会出事情的，千万不要跳。好黑哦！不要跳啊！哦，好烦哦！
来出去修。到门口哦！停一下，我出去了。为什么被电啊？我没有跳。不要出来！60分，一分钟。好，你炸，你炸，继续炸，继续炸。上去放一包给我，谢喽。行。妈的嘞，下面都是。炸到谁啊？有一只在门口。有搬到吗？搬到，搬到了。还有一只在下面，我去拿。这种最机车又看不见，烦！哦，超烦！
差点。哎，灭团！忽然发现我可以喊，然后刚好有谁自己在一起。你用手动拉，然后自己起来。我就后来我放开，我跳一步要喊，然后你就起来了。OK， 就到这吧。拜拜。好，先把这技能给配完，还有两点，看那别人干嘛，没有用啊。光，哎，但我反踢了。